司法走进校园，世新大学找来了司法院行政厅长王梅英。那么从电影当中跟学生一起来探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也进一步的借由产学合作的专题课程，让学生在拍片还有剧本的撰写当中可以更贴近司法。名字叫王梅英，那所以很多人叫我梅英法官。那我们这个片中的是一个梅英法官。司法院行政厅长王梅英走进校园，拿过去从事法官的经验和世新大学学生一同探讨电影中的法律意涵。法律它毕竟只是社会运作的那个一环。那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我觉得为什么会今天把那个司法骂那么惨？我的观察是，反而大家过度的解读，过度的期待。判决他所要去发挥的这个功能，播放司法类型电影。世新大学安排一系列产学合作课程，其中司法与戏剧讲座反应热烈，对于电影中出现的法律议题也让同学感到好奇。因为信仰的问题嘛，然后他们不让他输血，可是医院想要让他接受输血，所以我想说，就是面对这种医疗还有信仰之间这种纠纷，在台湾是也可以走上法庭审判这样子吗？不输血马上就会死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就是请法院去做一个就是一个强制的那个处分。那就我们法官的话，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我们就会就是说，哎，你一方面这个冲突啊，你是要尊重他的信仰自由，还是你觉得说让他活着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司法院启用法律戏剧咨询平台迈入第二年，除了走进校园分享法律观念，也提供制片团队正确的法律咨询服务。通过这种司法那个影展呢，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激起一般人就是对于这种法律它所带来的这种那个热情，这种电影的传媒可以把法律的这些概念就是传达给大家。透过司法专业人士和学生面对面互动，让同学更能贴近司法，学以致用。民雄洪城吴佩嘉台北采访报道。